大家好，我是米哥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科技视频。在我面前呢，有一台同时呢，有一台他们两台的电脑价格呢是差不多的，那究竟我们怎么选？然后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就简单的聊一聊。当我其实今天拿到这个外形之后呢，我会觉得啊，这个外观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平时米哥非常喜欢看 X 档案 ，X 档案讲的就是外星人啊。在这里看到外星人头像的时候，非常激动，它的设计真的是非常漂亮。然后我们看看整体，虽然说整体机身较厚呢，但是整体啊感觉就非常结实。然后再看一看设计来讲也是非常简洁，正面一个 Alienware 的一个字样，当然了它配备了一款 i7 处理器，非常高端。然后我们再看看整体的正面这个感觉，键盘非常简单，然后一个开关按钮，然后一个当然了非常简单，有时候简单就是一种美，你怎么说呢？背面啊开机之后真的是非常炫酷，一个外星人头像亮起来，感觉就突然变邪恶了。然后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，有点像这个。感觉有点像外星人设计的飞船的一些材质，再加上这个邪恶的红色外星人头像，整体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看，真的是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机身顶部，机身顶部除了有两个硕大的散热孔之外呢，中间啊配备了 HDMI 一个视频输出，然后以及两个我到现在没有用过的接口。接下来看看机身的左侧，左侧呢除了配备这个耳机啊，还有麦克风的接口之外呢，还提供了两个 USB， 但是仔细看这 USB 好像不太相同，一个可快，一个可能有点慢呢。然后机身右侧呢非常简单 ，SD 卡槽两个 USB 接口，哎，当然还有我们就必不可少的这个网线，玩游戏缺不了网线，因为我们这周速度。把两款机器放在一起，可以看到其实啊这个厚度差别有可能已经接近于3倍了。当然了，他们那个设计理念完全不同的。看看左侧的这个 MacBook Pro， 然后感觉到然后再看看这个右侧这个外星人，感觉这个设计，他们两款机型的设计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一个是办公应用，一个是游戏娱乐。当然了，它这个黑白色啊也是非常明显的。开机速度是相当的重要。在现在，如果开机速度好慢的话，你会觉得在第一步呢已经比别人要慢一秒，但是我们不要接受慢。所以说，11秒的启动速度啊，对于我来讲非常的快了。11秒钟，你还能干什么？然后对于这个键盘来讲呢，米哥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感觉哎呀非常舒服，打起来呀手指不是很痛，偶尔那个苹果键盘会有点痛。当然触控板来说呢，一贯的没有什么槽点可以说的，还是不错的。整体设计啊，外星人不愧是质量上乘。屏幕顶端的这个摄像头呢，加上两个麦克风的设计啊，当你玩游戏跟朋友视频一起聊天商量战术的时候，还是蛮有用的。虽然我没怎么用过。机身左侧的键盘可以看到，真的是为游戏玩家而设计的，6个快捷键还是5个。我会经常说，能玩游戏的笔记本呢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当然了，可以看到机身啊，这个键盘顶部啊，这个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快捷键，多媒体功能一应俱全，所以说综合实力还是不错的。到底值不值得买？其实啊，在米哥。我的心中呢，我觉得游戏本是最不值得购买的一款产品，就非常简单。当你有1000块的时候，能够买到游戏本，你完全可以用这1000块呢，买到类似性能的台式机的同时，买到一款平价的笔记本的同时，也许还可以买到一款游戏主机。同时呢，也许剩下的钱还可以买到3盘碟，也就是说，同样的价格，你能买到台式机、平价笔记本，还有专业的游戏机，哎呀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在这里稍微讨论一下这个游戏本的综合性能。显卡，我们平时说的显卡，什么970、980M 或者970、980Ti 或者等等，当一个970或者980加个 M 的时候，这个 M 代表什么？大家也非常清楚，M 代表移动版。移动版在这里切记啊，这个性能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，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去细算，因为所有的数据在网站上都会有。在这里就简单说一下它的性能呢，只有桌面版的一半，甚至有时候不到一半。为什么有时候不到一半？因为当你用笔记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玩时间久了之后，发热量特别大，因为笔记本的那个散热功能啊，毕竟是稍微有限的。 在那个机器非常热的时候呢，它那个游戏啊，这个硬件就开始控制它这个安全性，它就会通过这个降速来实现它这个就是达到散热的效果。所以说啊，它有时候这个性能呢，会有时候玩游戏玩久了突然会变卡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就是每一块钱花出去的这个价值的实现化。就是说你买游戏本的话，你将这1块钱当成了 1/3或者1/4，就是2毛5，或者说3毛钱，去花到了相同性能的回馈基础上的。所以说这个钱到底值不值得花，你做个算术，也许就会很明白。当然了，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游戏本啊，就是针对的人群。我敢保证，游戏本呢，首先要买游戏本的这个人非常热爱玩游戏的。如果他说，哎，我是想做一些设计视频的时候，你会考虑一些移动的工作站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简单来说呢。 游戏本它整体设计呢是有它的市场，一定有它的市场，偏向于游戏玩家想移动的。但是在这里，就是我自己的个人想法，就是说，在我们很多玩家啊，就是买游戏本的，一般呢大多数啊就集中在这个上学的啊大学生啊。大学生啊就非常喜欢玩游戏，因为实在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会有一点无聊，然后课余时间呢稍微多一点，大家会一起坐下来就玩玩游戏，但是又不想那个买个台式机搬来搬去的太重又不方便，所以游戏本啊在大学那个宿舍呢是非常受欢迎的。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小的问题，你真觉得当你花了钱放到游戏本上，然后你花很多时间去玩游戏这个东西啊这个行为呢？ 会在未来得到很多回报吗？其实啊，根据很多人的经验，还有我个人的血泪史，是有买游戏本的钱呢。我建议去买一款平价的笔记本，然后如果真想玩游戏，配一台游戏台式机。在长远来看啊，我跟你说玩游戏啊，比如说你买一个台式机，至少能用个3、4年、5、6年。如果你买笔记本的话，可能2、3年之后呢就更新换代了。 所以它的投资价值是非常低的，同志们，非常低。游戏本的投资价值非常低，它的跌价非常快，是因为 PC 啊这个硬件发展趋势非常的快，隔一年它性能可能就会翻倍。如果翻倍的话，你这个东西会马上就跌价的。就在这里呢，小的讨论一下，你们怎么想的呢？好吧，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游戏本上。经过刚才简单的说明一下。 我觉得两台电脑啊各有千秋，虽然说价格是一样的，比如说苹果电脑就比较适合于商务人士，还有一些喜欢平面设计，或者说啊不是倾向于游戏方面的一些玩家或者制作音乐呢，觉得苹果电脑是更适合的。当然了，对于这个外星人，每个觉得当然了，游戏性能是毋庸置疑的，要远远的强于这个 MacBook Pro。 即使他说是 Pro， 其实呢，游戏性能啊真的是差别真的太多了。外星电脑呢要稍微重一点，但是如果真的在便携性上来讲，我觉得这两台电脑呢都便携性都差一些。那如果真的是要对比起来呢，当然是这个外星人呢稍微重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大家究竟怎么选呢？我觉得。 如果你想拥有一台性能强劲啊，可以负责这个办公、游戏、影音、视频制作啊之类等等的，外星人呢是一台非常好的选择。如果你不嫌重的话，喜欢它那个生态这种系统 ecosystem， 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啊苹果的电脑。当然了，它两个呢都是比较贵的啊。至于最后。 怎么选？如果是一个特别喜欢这个，又喜欢设计又喜欢这个游戏的话，我个人的建议是两台都买。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如果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话，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，然后没事关注我的微博，记得没事常留言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加油，拜拜。